这边。你在上班？三川农业找为什么今天要上班？你是服务业、喔。啊，这种太好个呀！哎呀，这个细只，这个大只，这个大只，这个细只，这看得出来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无小。六五包。好啦。嗯。来，好的。来，你这个方便。来，我有你啦。来，三五找我这位，我电话位。哎，这个五包我都无法记住，我一定是五包，我这个慢慢记了，你。管对面的位，要卡掉钱上来啊。啊，这偌济啦？要买两百着我，这只。两百几位啦？哈？两百二十几位。你讲这免这免搁抬啊？哎，抬好啊，抬好啊。还有两百箱啊，有无？刚才载客去高铁。两百无啊？高铁大概两。北港那里多一点，我看网络你拢。北港。嗨。北港哦，我看你网络。你讲我哦。网络嘿啊。我干了拜了礼拜是台中尔，其他拢无去。拜了礼拜台中啊。礼拜就吃啊。哎，我知啊。东兴啊。拜了对。东兴啊。东兴是对。北区啊。我其他拢是在北通。我看了过一位啊。富正路太平在的，太平到高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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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百多块吧。这个现在三百。三百。是啊。这人会高铁。太平到高铁六百二，不错，这个单子。他、是住太平河里面吗？哦，太平到高，哦，他住太平河里面的地方。六百二，这个单不错、啊。老板，你们要吗？还带鱼啊？可以吗？早安。三百。三百带鱼好了要吗？过下来，过下来呀、啊。五。今天一大早就接到一个好了，哎，不是说一大早，你因为你准备要休息了，俊栋准备要休息。没多少页啊，好啦哦，好。米啦，我包鱼了啦，好啦好啦，我卖啦，卖去啦，你看我遐平，我最近去卖鱼啊，干咪做无聊的，对吧？卖安那，什么意思？卖做无聊，这是有意义呢。我一张看留言，有人讲。可以增加一点幽默感，可以生意比较好。你关于公司啊，你关于公司啊，你要插小心啊，真正是哦。早上昨天回去。好啊。哎，你好啊，哪位？我每天下班的行程就是看重播。啊。无聊，不要看那些有的没有。看那个超无聊的。一百块呢，我两百，你这卖两百，两百，剩一百万卖两两粒一包。哎啦，青菜啦，青菜啦。哦，青菜。哎，两粒你带几个？哎，存三粒吧，你。我两百现在两袋。包有两百块。来包鱼啊，包鱼两百块。你过来去寄啊，你卖过来去寄啊。你库存存偌济，我唔知影啦。哦，库存嘛，我唔知库存够，库存了就起价啊。起价，我个啊。我看即摆虾面，大家咧冻袂啊，个头咧冻袂啊，你看。我即搭拢卖花枝虾。还包一个啥个啊？
我要限制他，你不要再看重播了，不然我就把你封锁。他封锁了还有我，你把我封锁了还有弟弟，我可以再办假账哦。对啊，找爸爸。够人还不包夜？包夜够人还不？我好来过啥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包一包有几包？包一包好了。啊，三包。三包呀？对，包三包。啊，边后两包你包夜，两包 OK 了。包你终于会三包？哎呀，三包三包！哎呀，你在哪里冲啊？三包了！哎呀，三，哎，阿里有了，有了！谢谢啊！阿里有包，阿里有包，加不四包的啦？没错了，哦，我没得，你不包，阿姨你一包呀？好。银针，蚵仔还有哦，蚵仔，你要两包哦。嘉禾早，俊逸早，玉锦早。银针，你要蚵仔要两包吗？邱锦早，那你早。你要共玩的板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看一下银针，银针先写一下。你要买那么高了？买三百。虾卷四百，虾卷你就四百，就拿一箱就好了。我记得一箱四百五吧。还不像矮啊，有一斤的。这里啊，打沙差三块，就要两包两包。要几百？四百啊。你说啥？两包空，好不好？阿姨好不好？你买黑啊？好。啊，这个虾还有一千呢，这两包还两百。我两包空。我买几包啦？好啊，好啊。买两包，我嘛给你煮啦。好嘛，过来要一百不啦？加买。哎，谢谢。一包四包哈。好，我上来买。哎，这个上来一百块有无？有一千呐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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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要找点细板，哇好，又全部人来啊！多哩啊，多哩，我都会包。那细板多少？再去收两块啦。哦，哎，多哩再去收两块。多哩开几分呀？
秋瑾你两块，妈妈要两百哦，等一下哦。这锅你一边介绍这个，都无饲的哦。我知道你家选是一份两百那个，我知道。小条的那个我知道。不要那么紧张吧。哦，来香，现在学校停课，你是老师吗？现在涨价了。上次买在哪里买？在哪里买？在这里，多久之前？啊？上个月算很久了。啊，我可能上个月我已经卖两包250了，应该是一个多月前的。两包250是一个多月前的。这两包你要过来。还有谁要两包250？还够人爱无？这两包你也够，够你够人爱无？无够无钱。还出三分呢、哦。林刚早。林刚早。志军早。还够你也够先买啊？够你也够的啊？两包你也够，有无？够你伊啊？够无钱呢？无人爱要，好好来。安尼更加牛。啊，我老板要鱿鱼花。鱿鱼花的。鱿鱼花蛋你几箱花？哎，200块了，大货不要进了，不料你来，200块了。过来没鱿鱼花的无？哎，鱿鱼花过来。哎，到底叫水果人啊？因为今天礼拜天，礼拜天客人比较少。礼拜天不一定这一场啊，礼拜天每一场都客人都蛮少的。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带你到去先买一箱。三川龙永，三川龙永大概几点过来？啊，过来，我买一包，无问题。无啦吼，好啦。我到底该卖坐卖香鱼，还佫卖客气了。离我的前头远一点，好不好？哎，到底来。客气，活到死其实差不多啦，你听话。哎，今日让你直接活啦，让你关灯啊，出去就跳去啊。你客气，我向客气哦，伊有氧气啊，还有够。哦，到底卖坐啦，好不好？七点多到 ，OK。这家伙你放下200几块啊，现在只赚200，这两百开400，这三百开600，500块，300-500块，500块来，你少些啦，500块来，500块。哦，这大只啊！到底不下来500块？到底多少？500块，这边啊，接的，到底过起来？哎，一百块，到底过起来？吴秀早，好，等一下找。你买是几千的哦？几分？几分？哦，几千。
他们有缺员工吗？我有朋友很有兴趣。女员工有做过吗？女员工有没有做过？还有什么客气啊？春节个加一台尔无啦，还佫两百块啦，两百块，好嘞，两百啦。为什么客气？咱两个哟，迄个无啊，就剩一鱼也袂了了吼。我无鱼啊。啊，你我落地个，我袂钓，无鱼我袂钓，我就无个钓。还佫两百，剩个两百。我阿姨啦，我阿姨，你这黄鱼嘛？我来好，我不老，一个老。那鲑鱼骨，那鲑鱼骨。哦呵，你想鲑鱼肥鱼，鲑鱼骨，黄鱼，懂吗？哦。哦，这个拍卖场关心。那他住哪里？住哪里？哦，你一杯叫，一杯话人。你等一下，你我等下马上叫你花你啊，你较徛袂久。500块先买五百，金毛龙，你等下做糖醋做红烧就好食。我包人来无？住台北不？住台北不适合啦，住台北不适合。他们主要是要搬货，搬一搬货的。哎呀，这贵要百块啦，哎，这个指挥交通费啦，今年啦，这个指挥交通费啦，咱得7800多嘞，我这个指挥交通费嘛是吧？还够500先买，还够500块。免费啊，够来的，够可能会来三块四块啊，够可能。谁爱交哦？还够先来500块，哦，落一个先500块，500了，还够500。啊，
他们放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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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放了